都是姐姐煮的。哇，现在很会煮出来了，煮出来了，都是你煮的，超厉害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第一次来姐姐家，哇，好丰盛，就等着你们去送那里。好，蛤蟆，你们被点蛤蟆的，你这样，那个坐在坐，我等一下，你坐到里面去好不好？好，你拿一个，先拿那个提起来放，这个不是提提起来放了，这边拿一个盘子给你。跟你装，那我再去拿一个。他新陈代谢比你好很多，人家可以吃。应该还有前面。这样伯姐，对了。我对啊。这第二夹就关了。出现了。够吗？我来。你没有说够，我一直夹。五爷他。然后虾子够吗？还是那个虾子好不好？凤爪。凤爪吧。说呢？这里。两个好不好？一个是很。大家选一下嘛。姐姐要剥虾子，对，人生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，第一次跟最后一次吗？剥的一次，根本就没有了，根本就没有了。一桌菜，还有我最爱吃的蛤蟆，还帮我剥了虾子。哦，小心，我要改季节，改季节。蛤蟆，有嫩啊，两滴眼泪。哎，嘴巴张开，你准备放弃吗？那嘴巴张开啊啊，嘴巴张开，那夹不住了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都是好吃。这个为什么好吃？这是梅酒。梅酒。梅酒。重点还是我煮的。甜不甜？甜。人生难得第一次吃到你做。我准备，我准备吃回。哎，你把背起来，改天过来嘴巴塞住一下。我还要再剥石尾还他，可是他不会背。你俩在开礼物，圣诞老人。他喜不喜欢？可以只带两个。好。啊？这个有一个是八号，一个是十号的。塑胶袋就可以了，很多。还有分 size 的。好香啊！啊，帮我拉开。你的，我们是现在放不下拿出来，这个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我要拿下哦，可以。你不要哈，好爽，你不要对不对？那是你一丢帮你选的。哦，非常瑞不要这些车子，那你非常瑞你不要，那他就跑去你拿去，真的不要啊。他们还有第五名呢，所以哪这两台都不要啊。遥控车，很多台哦，都不要，还是遥控的。好了，那等一下，我再下。啊，马里奥赛车 ，Stina 旁边最后一名的，哦，第三名 ，Stina 第三名，哎，他们两个怎么被打到后面去了？电脑。哎，我这次没有。对啊，吓死我，怎么跑我前面？前面是十一名呢。是是是，发生什么事？哈哈哈哈哈！很可爱哎，那你两个坐下，你两个坐下。三米，下个礼拜一生日啦。嗯，哎，你也礼拜一生日。他们两个就差没几天呢。刚了，你刚刚帮我们几个音呢？寿星，曹寿星，曹寿星，那怎么唱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来，再一次吗？关灯，你为什么就在那边？关灯吗？我唱台语的，有没有？会唱台语的，台语的可以哈，可以可以哈，来一杯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Yeah.
不对啊，我明天才生日。你明天才生日，我下礼拜一才生日啊。拿个麦拍一张，来，靠近你 ，OK。OK。麻烦三里，三里。三里一张。OK。你们两个一起一张啊。好，一起一张，一起一张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好，可以吹了吗？可以吹，对，可以。新郎新娘要去太久了吗？你几杯啊？没有新郎新娘啊，只有三因为我们结婚，哈哈哈哈哈这不是很像新娘那个外面壳要拔掉？真的要拔吗？要不然它切不下去，它是塑胶的。哎，真的耶！聪明的人都看得到啊。其实我唔捌点过这个口味，蜂蜜的。反正没有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小方下去了，也接不下去了。对啊，他那个有那个有。手牵手。没关系，现在同婚也可以了啦，不要在我的年纪。五亿的那个案子。五亿哈？还有五亿吗？没有，那就算了。我有五百。啊，剩下用手了。他现在有偶包，什么？偶像包，他现在是偶像，偶像包，多厉害！哦，柠檬切一半。看，到时候真的辛苦。你要再亲一次，再跟他讲话一次。啊，我们家。你看，不在亲他吗？我们家 baby， 你要知道，妈妈很辛苦。生出来之后要好好的爱妈妈。抬起来。哎，波也爱你哦。好，谢谢。小心点。哎，他们人呢？不知道。人呢？你跑去哪里了？姐姐在楼上。好高啊，你家是谁住这里？是谁住的房间？常瑞的房间在这里。常瑞啊。你们两个的房间，你们两个的房间呢？是常瑞的房间。那你的房间？哎，你们两个睡在一起。那个还没吃过的东西。哇，跑那么快，跑那么快！哇，你都很习惯跑你们家楼梯啊。哇，楼梯好多。谁住这里？谁住这里？是谁的房间？哦，这只是储藏室而已。好热，对。再来呢？厕所。哦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是我。这谁？这是房间。那个是我以后要住的。以后，哇塞！哦，谁？耶！哦，上去。哦。哦，最高楼了。哇，好热，好热！哇，那么高，这可以上去了。不能开。不能开。那我开过了，不能开。那你干嘛爬上去？玩啊。玩。那是左右三个。哦，你有玩过吗，姚凤泽？没有。我玩，我就卡住了。卡住了。那我有那个。你的比较小，我追不到。因为很卡住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最后倒车，倒车。